吴有因投悬市曹河，吴有因四毒尸管何故？吴有因诸色往往何故？吴有因慈悲颠倒何故？算卦的袁先生料事如神，但他一定不会料到我化为文士藏于他身的。先父为成全取经而死，我等无一日不想为先父报仇，却无一日不是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没了你，便能了。
先父违抗玉帝旨意，投悬世曹，我等恐玉帝见罪，拜求袁先生搭救，逃离四毒。可袁先生说，夺得了一时，夺不了一世。先生还说，舍身成人便是我族世世代代的天命，我信，但我不认。但愿你的命不是在为这老天做嫁衣。去相会，更待何时？缘落缘起，不妨再赌一把。